哦，今天要有一台 TL 要跟我们去哪里啊？去武林，不是，是武林农场。嘿，对，哇，真帅啊！这个 TL 消光黑的，然后这边还有那个46的贴纸。哎，不对，它不是雅马哈，个人喜好，个人喜好。哇，这顶阿赖安全帽很漂亮哦，全白啊。好，我的车。我现在时间是几点啊？三点半，好，我们喝完提神饮料要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去武林农场，对不对？现在太阳刚出来，好，准备出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先生。前阵子我朋友约了我要去武林农场看樱花，因为刚好也看到新闻上面有说天气状况不错，所以最近武林农场这边很少下雨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樱花开得更茂盛。借由这个机会，想说带着老婆一起出发，带她去看樱花。那武林农场其实我也算是第一次来，我老婆也没去过，所以呢，这趟旅程我非常的期待。唯一一个部分就是，好几次经过武林到大余岭的这一段路程当中，天气状况都非常不好。所以我现在骑的这一段路呢，是常常会遇到水汽很重，要不然就是下雨。现在看到右边的山景非常的清晰，所以空气非常好，能见度非常棒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到大余岭往骊山的方向，待会我们再来看看骊山路上的一些景色。在这条路上，其实车辆目前看来非常少，因为我们选择的是平日出发。平日出发的好处就是跟很多游客可以隔开，不会造成人潮的拥挤或是路上塞车。那待会到武林农场，不知道游客的状况是什么情形，所以待会到骊山之后加个油。然后再继续往武林农场出发，期不期待待会看到非常美的樱花呢？那我们就走吧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那个大余岭，差不多了。大余岭的转角，我每次来这里都是湿哒哒，水汽很重。今天来天气很好，然后这一台是铲雪车，哦，它轮子上面有绑那个雪链，有没有？刚刚经过大余岭，然后往骊山这边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弯，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。那今天骊山的天气状况也非常好，天空一片云都没有，所以应该是不会下雨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到骊山这边的加油站加满油之后呢，再往武林农场的方向前进。骊山这边非常多都是种茶叶的茶农，那所以
周边的山上都可以看到很多茶园。那在这边空气也非常好，离山这边也很多小吃，来这边住一晚其实也不错。如果早上起来能够看到更美的晨间风景，那真是一种享受。如果再来一杯咖啡，那就更棒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到离山的加油站。啊，离山这边加油站还有便利商店都非常方便了。那前面这边转下之后就会看到加油站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先去加油，然后休息一下。加95下来。有98吗？98有在后面。你加95。我是哦，好，我先加哎。其实全台各地二三月份的时候算冬季，樱花就会大爆发了。那各品种的樱花都有。那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来武林农场呢？那其实就是爱骑车哈。对于爱骑车的我，我喜欢骑着车到处跑。那对于现在坐在我后座的老婆呢，我其实觉得她还蛮厉害的。我们虽然路途当中都有休息，但是这一长途坐下来，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受不了。那他能愿意跟我走这一趟180公里的里程，待会我一定要让他好好看看满山遍野的樱花。等一下，前面要买门票。等一下，右边停车。好。买票哈。好。可以先过去还是排队？就先过去吧。好，谢谢。不着急。哎，小咪。哎，中。机车先停，停车。好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好，那先去买票。功课的呢？莫油。欢迎客人啊，上部车啊。我现在这边量体温量完，然后买票。是啊，那你现在我怎么办吗？买完票之后，接下来往里面走。其实大约就可以看到一些樱花树了哦，前面就是了，两边路旁一大片，真美。现在 GoPro 的视角我已经换到油箱上面了，这个角度看起来更壮观。目前我们来到的时间其实没有太多游客，那前面我们必须要到他们指定的机车停车场。看到右边的樱花吗？满坑满谷的。那我们待会步行进去看看吧。
午餐自助火锅，这个洞不能塞住。哎，我这个有冬粉哎，对啊，好，加水，都放完了吗？都放完之后加水。好了，换我的灯来打开了。我的是麻辣，哇，哈哈，汤不够，汤不够没关系，放下去等一下泡一下，它的温度够，面等一下就烂了。我把它压进去，对，哇，有滚水，可以的，对，可以。对不起，有滚水。对啊，啊，你全是用冷水，我还有加热水啊。对。我可以再加，还有加热水。对啊，现在里面有冬粉，然后还有什么，满满的，花椒，这是花椒，然后冬粉，然后还有一些青菜，然后还有玉米笋，玉米笋在这里，哇，其他油脂还蛮多的啦，油脂还蛮多。对啊，辣油啦，它除了辣油之外，还有那个花椒，这些东西。这樱花有点变大。今天是平时上班日，人还是很多。如果我们是礼拜天来的话，就完蛋了，人挤人。现在这边是步行区，有很多人在上面拍照呢。哇，人真的是越来越多呢。我觉得他们是旅行团的，国旅的啦。对，国旅的。我刚去偷听雄狮的导游讲话啊。对，是国旅的嘛？解说那个园区图啊，就好久，我站旁边听他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所以难怪人那么多，今天是上班日哎，大家还是来，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人缴多少，然后坐车上来嘛，就旅行社的啦。
茶园这边的那个樱花开的有够满的，人有够多呢，拢是人。樱花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樱花满山满谷，但是人也满山满谷，都是人，都是人，都是人。终于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已经来到下午大约两点的时间。我们凌晨三点半出发，骑到这里大约花了快五个多小时。那这一路上天气晴朗，并没有遇到任何下雨的状况。其实骑这么长的路途呢，最担心就是下雨了。当然，这样的天气算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。啊，非常感谢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回程了。那因为人太多，所以有些照片并不是拍得那么的完美。毕竟这边算是观光胜地，啊，至少来到这边感受非常好，就好像来到了日本一样。周边的空气非常棒。那在这一路上，游览车其实蛮多的，所以我们骑车都非常小心。如果你要来看樱花的话，那一定要在他们公告的时间内来，不然可能会扑个空。接下来我们要走清境回台中了，这夕阳就好像在为我们喝彩，今天美好的旅途终于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